水开，放入不要钱的菠菜，烫一分钟，捞出冲凉，攥干水分备孕。起锅烧油，倒入鸡蛋液，烙成鸡蛋皮儿，切成丝儿。盆里放菠菜、鸡蛋皮儿，提前泡好的粉丝，加200粒盐鸡精、生抽、陈醋、香油、麻油、秘制辣椒油、小米椒、蒜末、葱花、香菜。拌匀，进来的家人们，主页已经给大家更新了1000多道美食，不要求别的，就求咱家老铁在看的时候顺手给燕子留个双击支持一下再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过年餐桌必备的小凉菜就做好了，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，请双击关注我，每天更新家常美食。